心的声呢，拢敢那囡仔。以后你得好好保护伊，照顾伊哦。赵英行小姐，出力也扛手，你也当承诺对于永远的忠诚，不管伊是健康还是破病，你拢一世人要爱、尊重伊，一直到永远。子林跟他共轨，应心上爱这种玫瑰花，所以特别逛过来，送这种玫瑰花来祝福你。而且我希望你能早一日把人发现，闹出人命。是啦，只是一点仔头晕。高先生，多谢你啦！这回我替阮大小姐保管在营里啊。建军。啊！医生都出院，莫让伊徛伤久伤忝，赶紧完成婚礼。冠达，你来照顾我，我真欢喜。我敢不敢继续完成我的婚礼？英俊啊，你要搁考虑一下无？你真正要娶医生，那你子女会有什么款心情啊？到底是来祝贺，是来闹场？我唔是来跟你讲话，我来啊，嘛是要提醒燕君啊，我要追求子玲，因为这世界上有人比我更加爱子玲，比我更加当保护子玲。过来，你先等一下，你就出来，出来。哎呀，你都唔知道我爱子玲啊！有事情大家骂我忘乎啊！我骂你姐，他输了，他伤害伊，我绝对负责大家。高冠达即马就出现，唔那特别来送应景姐花，佮条佮伊提起陈子玲，根本就无参就来有新娘祝贺，而且阿姨佮应景姐反应蛮真奇怪，跟他参加度假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高冠达，顶届我予你电了无够，我叫你高调招来家，讲伊爱子玲，要追求子玲，要保护伊，你是甲咱倩倩当作啥？
蒋俊进放杀了，伊低谷醒过来啊啦！我看是假死了无够，新郎新娘交换手指。可以亲吻新娘。够，亲吻新娘啊。新娘妈妈来跟咱大家讲几句话。秀英啊，你那叫苦心采用燕君，你上有资格通讲，去讲啦。真感谢亲朋好友来参加阮燕君和燕心的婚礼。也真感谢恁大家对伊的疼痛。阮燕君自细汉就真大心，真认份，为阮金家这个家庭付出足多。今仔日双方分总裁无气嫌，愿意将伊宝贝查某囝燕心来嫁予阮燕君。燕心，妈敢甲你讲？阮燕君一定会尽力做一个好翁婿，恁两个都要翁母同心，互相疼痛，互相珍惜，用心经营恁的婚姻，创造恁幸福的未来。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。对啊，秦公，燕君一定会尽一切力量，互阮燕心幸福。赶快，而且我嘛要甲燕君讲，娶到我的查某囝，就等于是中乐透。唔单等你完成婚礼了后，因得坐私人飞机去度蜜月，说来。我这做妈妈，绝对会尽我一切力量来完成伊梦想。私人飞机蜜月旅行，友情真好。我现在宣布旅程。
人家先捧花啦。对啊，这么想租给家捧花，跟他立一年啊。啊，总觉得不好送啊。阿婆去找阿妈来大老嘞，我弟看阿妈会当找着第二次，拜托你阿妈啦，好一点来对阿茶又困啊。阿婆嘞，爸陪你睡。大家准备来大老嘞，是吧？我准备好，丢捧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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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心，给你带捧花。丢捧花，丢捧花，丢捧花，丢捧花。哦，大姐，是你捡的捧花。那你就表示你表示啥？哎，我有老公哎。你瞧啊，我早干嘛叫你大汉啦？我做的捧花那有好啦？啊，是要叫我个冠廷过过一届婚咯？过过一届婚有啥物关系啦？只不过吼，你甲姐夫爱先离婚，才会当过结婚啦。哎，你说我别讲啥啦？今日是你过大喜的日子，我了怕是做。就是讲咩咧，好哩。因为民工那无唔对，即马上厝给摕到捧花的人是你，这算好记也替你接到哈。祝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。燕君嘞，恁都安心嘛去蜜月旅行，阿妈都照讲啊，伊嘛会当赶紧抱着恁两个细囡仔孙哦。大哥大嫂，蜜月快乐！夫妻大战千百回，两人出征三人回。加油加油！总算我选择的新闻了。干嘛呢？阿姨，我看你伫咧婚礼顶关欢迎，我感觉这件事是还袂结束。你若是有困难，会当甲我讲。当然希望你会当赶紧结婚。恁爸妈若知影，一定足欢喜的啊！你看伊遐疼你，当年你过生日的时阵，不管伫偌远的所在，都一定飞回来替你办生日。你若知多好，伫迄年发生迄款代志，就是伤过疼囝，才害家己无命。我特别来学到这個，我得去港口。阮爸妈的代志，都袂跟你后辈讲。永泉，这几年来，我一直在动作家己的好心，赶快。你嘛袂接回呀？来赶紧成家立业，安尼，恁爸妈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唔安尼叫我做，表面上是为着我好，这件事根本就是为着你家己。我爸妈死啊，上大好利的就是你。我啊，这少年人是安怎讲话安尼遐大声？这是正常能量释放，我来处理好啊。
你是要做啥？你到底要做啥？好啊，你今晚会当伫遮大声骂人啊 ，Alex。你刚才你外公，拄只你那是真正动手，后果是啥？一个司机，佮叫人帮完费阿姨，还佮对伊歹声嫂。想到知影你爸爸妈妈死去的代志，佮摕出来甲你刺激。阿方文辉哦，为着哦，履行查某囝的承诺。是你。靠这个做伙来白白来牺牲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啊，你有答应讲，婚礼结束了，要把钱送倒转来，因为这几天拢无看子，嘛拢无伊的消息。你敢无感觉天下间到司机这高级的啊，拢无总经理个风台个较好？唐永泉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喜欢也适可而止。我对你的关心跟友情，就叫你无动心，免得让你这种黑心奸商青菜糟蹋。你讲了我唔对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句话我马上。你即马开始，我金心如，把你一刀两断。心如，心如，有色狼，色狼。完全没有该水的欢庆的机会。你神经病！你先白茶蛋哦，散啦！你就是那个小王子。什么惊喜？心，甲人输赢无。